Hello， 欢迎来到传说馆的频道，我是 Jack Shirley。哇哦，那看到这么多肉呢，肯定不是我吃的啦，对吧？那今天给小狗们吃鱼。那这里我买了两条煎鱼，一条大概两公斤多一点。那这里还有一公斤的碎牛肉和一罐罐头。蔬菜呢，这里有卷心菜，还有胡萝卜。然后接下来我会先把煎鱼蒸熟，然后只取它们的肉，不要骨头。 OK， 那我们开始准备吧， Let's go。水已经开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放鱼。那等它蒸30分钟。OK， 那现在已经30分钟，那我们拿筷子试一下，看好了没有。哇哦，看来已经全部都熟透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起锅。我刚才我看到那个鱼蒸好以后，感觉不是很多，所以我又加了一公斤的牛肉，所以现在是2公斤牛肉。待会回来吧。哇，我现在已经煮了差不多20多分钟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差不多。哇哦，哇，好香啊，红红的牛肉，哇，好香的牛肉味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等它凉了以后呢，就加入鱼肉吧。OK， 经过1个小时的准备呢，我们现在终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现在我们要把鱼肉和鱼骨头分开，加到牛肉里面，开始吧。经过我30多分钟的奋战，终于把鱼肉都分出来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加入罐头，还有胡萝卜、卷心菜。现在加入罐头。Thank you.
啊，看来我还是得用手。OK， 那现在已经全部搅拌好，可以开吃了。Let's go！